对于一场近现代战争来说，铁路是双方必须予以争夺和控制的生命线。谁掌握了铁路，谁就掌握了一场战争的主动权。铁道兵最初在解放战争当中所承担的就是这一任务。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些逢山凿路、遇水架桥的老铁。自1976年开始，铁道兵部队开始了精简缩编，至1980年年末，43万余人的铁道兵部队已经裁撤大半，留下的自然是精英。故事就从这个老虎林的隧道工地开始。这呼噜比大风车还响呢，吓人呢。那是咱连为啥叫老虎连呢，连长这呼噜就是虎威，听着多带劲，是不是？是是，他都好几天没睡觉了，让他再睡会儿。他得顶着不倒架，任务重。最近啊，又有一些兄弟们病倒了，不过好歹进度没落下，能睡个囫囵觉了。不过别让他在这儿睡，把他抬到营地里去。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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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要是真给他抬营房里，他醒了不得踹死咱们。我看啊，咱不如就在这儿找个地方让他睡舒服了，别着凉就行，行不行？哎，别光点头动手啊，他又不咬你们。这是咱们老虎连的虎头，你怎么不先上啊？那老虎的屁股还摸不得呢，咱别废话，一起抬他。悠着点啊，嘿，来。哎，董向前。哎，董向前，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前头有你对象啊。个儿不高，走得还挺快的。小心点，虎头。哎，连长帽子。这就对了，要睡就睡得舒服点，是不是？是。走。怎么停啊？连长，什么停？风钻怎么停了？哎，杜队长，快扶一把！哎哎哎哎哎，人呢？啊，人呢？风钻为什么停了？连长，你可真行，机器越吵你睡得越香，机器一停你醒了。我问你，风钻
来了手！连长，都是拉肚子闹的。我刚上厕所，我刚站起来，我就蹲下，我又站起来，又想蹲下。傅先生把连队折腾坏了，不关他们的事儿。月底我们就要把隧道打通，现在只到了三分之二的进度。听我命令，左眼面上再有上茅房的，就地解决。你就算给我关着钉，一边上茅房一边作业，封锁也不能停，听到没有？敲个茄子呀！怎么着？你们是不是琢磨着让我给带个头啊？报告！连长说咋办，咱就咋办。臭小子们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！尺度自己把握，我就一条，掉皮掉肉，不能掉进度，知道吗？是。还有谁会打方寸？向前。董向前，你拼命在那吵什么呢？你还没封枪口呢，回去。回来。哎，给我出来！我们老虎连的兵没有往后缩的，知道吗？听着，你行不行？干！我已经干过矿工，我能当风箱手。行，那跟你们一排长比划比划，你要是能干过他，您排一个星期的内务都让他干。啊？那我要是赢了呢？快拉倒吧你！打个平手就得给我整内务去。来，大伙儿给他们呱唧呱唧。干趴的，以后咱老虎连就有你一号，听到吗？是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叫身大力不亏，身体素质还是很重要的。排长，我输了。你小子行了，说实在的啊，你还真有两下。这事儿要怪就怪连长，要不是他中间起哄下秧子，让咱们谈多顶了个班，咱找他算账去。连长呢？连长。他一个囫囵觉能睡个三四整天，你信吗？来家小姐，小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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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把他抬出去，快，别动，小心，小心，快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，小心。连长，我们这儿只能简单包扎一下，还是得赶紧送团部医院门诊部透视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砸碎骨头。连长，我没事，抹点药就行了。抹什么药啊？他这不是红药水就是紫药水。连长，别送我去团部，要不少一个封疆手啊。你听话啊，等你腿好了我还是封疆手。报告，报告连长，找到车了，送团部。连长，
董向前，服从命令。是。走，来，走，来，慢点啊，慢点，这边来来来，小心点，来，使劲，来，走走走，一二三，走，快快快，一定得慢，慢慢慢慢。你这个排长怎么当的？小心点，轻点。往里走，往里坐点，慢慢，慢慢的，慢慢的进。正好里面的门打开。好。哎呀，别跟团部说腹泻的事儿。这为什么呀？你不已经给各排发药了吗？一礼拜前就发了，可我就这点医学知识，就知道腹泻该吃黄连素。我也没别的招啊。黄连素还够吗？今天晚上团部再点一批，可是黄连素好像也没什么效果。你看，这药发下去都一个礼拜了，之前没泻肚子的人现在也开始泻了，之前泻肚子的现在泻得更厉害了。那也别告诉大林，你再查查书，看看除了黄连素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药可以止泻？药我倒知道还有几种，可是很多都有副作用。现在关键是没有查明病因，我也不敢乱用别的药。那就停一停。要是团长知道了咱们连里那么多人闹病，说不定会把咱们全体撤下去，让别的连顶替咱们。那咱们老虎连前面啃下的半座山就全部都前功尽弃了。你给我记住了，再给我20来天，我就能交出一条完整的隧道。连长，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别跟我可是。咱老虎连什么困难没有扛过？要是走漏半点消息，找你算账。是。哎，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听说。咱铁道兵部队明天就要集体转业，转业前会裁掉一些人，什么身体不好的呀、业务差的，都会被集体裁掉。谁说的？这大家都在说呀。你知道我最喜欢手脚快的，最讨厌舌头快的。赶紧的，送到安全区团部。是。走走走。睡觉的地方怎么成营地了？加油！到！把他们都拉起来！怎么睡不闹肚子才怪！是，回营地睡去。是。兄弟们，别睡在这儿了，快起来了！兄弟们，起来了，连长来了。醒醒，兄弟，醒醒！哎，来来来来，起床，吸上气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哎，兄弟，兄弟兄弟，别在这儿睡了，快快快，起来了！报告连长，叫不醒。最近好多人都拉肚子，身体太虚了，再加上他们又过度劳累，一旦睡着了，叫都叫不醒。你起开。全体队友，听我命令，起立！目标营地，跑步前进，给老子睡踏实了！跑步走！你去吃吃饭。趁他们清醒这会儿。
给他们弄点吃的。是。呛着了，别这么近干嘛？就这么点饭还被你们都给挡死了。连长，要不今晚就算了吧，病号太多了。你的意思是停工？没辙呀。咱们连现在已经病倒了30多个人了，这不小郑也明知道吸毒子还不补充水分，能不脱水吗？每个战士只有2壶水。我不说病号发3壶吗？水特别紧，病号的水都是从其他战士的水里头一点一点省出来的，大家都不愿意去夺别人嘴里那口水，所以他们有病都不报。报告连长，董向前上好归队。刚把你送到团部，腿就好了？好了，就伤了点皮肉，骨头没断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们那边除了红药水就是紫药水，除了紫药水就是红药水，反正就是跟我们连队没什么不一样。行了，没事就好。先回你们班里边，下个班再上啊。报告，我好了，我现在就能上。这才来连里没几天，有点老虎连的兵样子啊。把他头垫高点啊。疼吗？不疼，治疗只能变。行，都先吃饭吧，多喝点水，下午再接着干。是。小董，行吗？行。跟上啊！你这脚行吗？没事。真没事，假没事？真没事。反正扛风枪，不碍事。什么能啊你？啊，一只手，来，1、2、3，是。连长，用不着。什么用不着？您可真会说话。哎呀，连长用不着。是，连长真是快用不着了。
这条铁路通了，咱就得脱军装了。连长，你也喜欢穿军装啊？你不喜欢？嘿，嘿，嘿个屁呀！嘿，我喜欢。这是军装有的穿，就会有的脱。要是我一个人脱了军装回家种地，怪难受的。我个子小，业务差。 除了使风枪，别的都不行。我再问你，你怕不怕回老家，一辈子就出不来了？我就知道你怕这个。连长跟你一样，也是苦地方出来的。你放心吧，只要你来到咱老虎连。 咱老虎连就有你一号，我就算把你绑在身上，也不会让你掉队。连长，你咋对我这么好？臭小子，你别跟我腻腻歪歪啊！我是看出你身上有股虎劲儿，像我的兵。 连长，值夜班的就剩我们几个了，其他的全都病倒了。稍微忍一下，这舒畅一会儿就好了。林大夫，林大夫，快看我，看看我。 这都有一过程，慢慢的就好了啊。我是三点卫生员林劲松，什么？团长来了。李总。 这么晚了，您还不休息啊？你小子，巴不得我休息呢。我休息了，好由着你耍赖、扯谎、出鬼花招，是不是？哼！你小子，上上下下隐瞒的挺好啊。告诉我，你们连到底有多少个病号？团长，我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了吗？我们那个别人拉肚子，我已经让炊事班去检讨去了。这种减员。 在我们老虎连算什么？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铁蛋儿。我看你是闭着眼睛瞎吹的吧？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？说，你们连到底有多少个病号？你给我说实话。实话，实话就是，我们连队人就算有一点小毛病，那比其他的连队都精打精踹精折腾。不说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连送到团部。 门诊所的四个病号正好让我给碰到了，我一打听才知道，除了他们四个，你们连还有三十多个病号，是不是？你也太夸张了，哪还有三十多个呀？你这都是从哪听来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马上派一个连来增援你们。团长，我们能顶下来，我们是老虎连，自从有了那连队那天起，我们就从来没有怕过窝。
我们不需要支援，绝对不需要。再说了，其他的连队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。你那点心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是怕别的连捞了你们连的功劳是不是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们是自己连队遇到困难，不能连累其他连队，要怎么叫老虎连呢？哼，还老虎连呢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们连的工程进度算错了。啊？不是团里来的丈量员量的吗？他算错了，少算了三分之一。你们连的进度已经超过了原计划的25%。您吓死我了！您，你还吓死我了呢！跟我说实话，你们连到底是有多少兵啊？团长，要不这样，等隧道打通了，我们全线交工的时候，您直接处罚我。现在，您就让我把活干完了，干漂亮了。我就是处罚你，我也得了解情况。别废话，带我去你们连部。先看看病号。是。病号呢？人呢？报告团长。病号差不多都恢复了，现在已经回各自班里了。都恢复了？对，都恢复了。报告连长，一排到齐。报告连长，二排到齐。报告连长，三排除了值夜班人员，全部到齐。是。连长。报告连长，113连全体支援人员回团上做指示。都到齐了吗？除了值夜班的两个班，全部到齐。扫齐。是。是。同志们，扫齐。你们当中谁是病号啊？所有的病号给我出列。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71团团长命令你们所有的病号给我出列。行啊，你们一个个的真行。你们是真正的铁蛋儿呢，还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的傻蛋呢？怎么，你们一个个的就是为了给你们连的连长撑这个老虎连的面子呀，所以就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。刚才我跟你们连长说了，准备派一个连增援你们，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。你们愿意不愿意增援呢？不愿意。不愿意，是不是大家听到了什么谣言呢？说咱们铁道兵
脱军装之前，要进行一场淘汰赛。平时表现不好的，身体不够强壮的，都要被淘汰。我可以负责任跟大家说，淘汰谁，不淘汰谁，那要看今后国家的需要。所以，我希望大家不要传播谣言，轻信谣言。大家明白不明白？明白。都什么年头了，还批评穿花裤头？总得批评点什么吧。这是一个讽刺小品，讽刺的是打扑克赢香烟。怎么，你们连还有赌博的呀？看来处罚你理由不止一条啊。你要把活干完了，漂漂亮亮的交到您手里，你想怎么罚我都行。怎么罚都行。嗯，说话算话，算话。好。嗯，现在二营啊，急需一个营长。考虑前考虑后，想到了你。你小子，马上到二营去当营长，先当代理的，年底之前给你转正。那也得等我把活干完了。哼，等你干完了活，我就不需要营长了。活不干完，我走不了。你小子是怕别人接着干你的活，把你的活给干坏了呀？没错。好好想想啊，提升的机会难得。那您就给我留着。给你留着？给你留着处分还差不多。报排长，全部点人了，团建一遍。是。我是三连连的。什么？总部医院派来的医疗小组？谁让他们来的？我邀请他们了。捣乱！让他们赶紧回去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谁伺候谁呢。你让他们回去，这怎么可能？孟建芳。团长啊。你让谁回去啊？哦，是您请他们来的。我怎么能不领您的情呢？不是，团长，我们从来没有接待过总部来的机关大爷呀。你说什么？人家辛辛苦苦的县联队，你管人叫什么？我错了，我不该叫人家机关大爷。我是说，他们现在到哪儿了？
请您尽量把他们挽留住，挽留在团部。我可以把病号都送到团部去，千万别让他们跑到这儿来捣乱。什么叫捣乱呢？我又说错了，怎么能是捣乱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我告诉你，人家已经走在半路上了。不是，我不是怕他们到我这儿来，吃不好、喝不好、睡不好吗？团长，我们这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太差了。我想弄两顿好吃的东西给他们，那都不可能。我这不是怕怠慢了上级机关来的大爷们吗？啊，不是，同志，给咱们团丢人吗？是吧？所以您千万要拦住他们，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在团部住下来。拦不住了，准备接人吧。团长，团长。这腰啊都快给电散了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啊。哎，停下！停下！不停下来！聋了啊！还有，是你们俩的？卫生员。啊！现在病号这么多。外面上人头那么缺，你怎么还让他们过来下去后？连长，是这样，团部来电话说让我们对医疗小组热情一点，我们这不就热情起来了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对个茄子对！给我回隧道赶活去，听到没有？是。都傻了你们！站得我腿都直了。哎呀，我也是，我这腰都酸了呢。你这说话声你都变了。什么呀？你污蔑？我怎么污蔑？啊，是不是看男兵看的呀？哎，这说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哈喇子都下来了。我说了吗？眼珠子掉下来也不能这么想啊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女的呀你？笑！都给我干活去！要是进度掉下来，我一人反你们一壶水！哎，啊！别呀！你这也太狠。一天才两壶水，到地儿了啊！一组下车拿东西。是是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哎，过来几个同志，帮女兵拿一下行李。哎，哎，那个小董说去帮忙，那咱们也去吧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们怎么也去了？雄兵。
你们休息的帐篷在那边，我帮你们搬东西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好，干活去。那我干嘛呢？快去干活去，干活。您是王大夫吧？对。我代表三连全体指战员欢迎你。是穆剑锋穆连长吧？我在军报上见过你的照片，那时候你还是七师篮球队的绝对主力。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这个染病的人数有没有增加呀？既然来都来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今天各排都有人出现症状，之前生病的，一个星期吃了伏羲药都没有用。说实话，你们连这次得的这个腹泻真是有点邪门。对了，这是我们医院最有经验的化验员温婷。你好。最基本的化验设备我们也都带来了。这两位，赵雨琴、曾补玉，是我们医院刚招进来的卫生员，跟着一块下连队锻炼一下。介绍啊，这位是茉莉，我们都叫他小茉莉。这位是三连连长穆剑锋，当连长的时候才23岁，现在是全体刀兵最年轻的连长。吃错药了，英海，您吃多了，现在还醒不过来呢。小莫大夫可是我们医学院的高材生啊，刚刚分到总部医院一个月，主动请缨下连队。莫大夫啊，真受不了你的宣传语，什么主动请缨？我就是听说这个地方风景不错，我来游山玩水的。我说的可是事实。小莫大夫啊，还晕吗？有点好多了。那个莫大夫是真的大夫吗？这大夫还能有假的？我怎么觉得像哪个电影里的人呢？人家是军医大的高材生。不对，他肯定演过电影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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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行了，小莫大夫，走吧。你们先走吧，我坐一会儿，等药劲儿过去了我再走。你到底吃了多少云海宁啊？不记得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东西吃多了可比真的晕车还难受。那怎么办呀？那车太颠了，我肠子都快颠出来了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你这样等下去也没时候了，我背着你吧。我100来斤呢，我压死你。我能背得动100斤的山里红翻山头呢。
我到你嘴里成山里红了。小妹大夫，你是我们医疗队收的第一个病人。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要不这样，你的行李我帮你拿，你们两个扶着走。是，真不冤枉大夫，你们走吧。不，真没关系，我正好透透气儿，一会儿我就过去了。啊，真行。去吧去吧，去收拾你们东西去。那我们真走了啊。去吧去吧。那行，有事叫我们啊。好嘞，走了，走了。去吧去吧。哎，班长啊，放哪儿啊？都放这儿。行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走吧。哎，不等会儿，班长啊。哎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好。来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是这样，咱连呢是野外作业，客房条件比较差，就委屈你们了。没事儿，我们连干部家属来探亲都是住在这儿。你们连长家属来探亲也住这儿？我们连长还是单身汉，没有家属。多大了还不结婚？26了吧？才26啊？怎么了？我看着像35了。英俊中年呢？你看上了吗？哎。啊，行，那你们就先收拾收拾，我去伙房看看，一会儿那个好了叫你们吃饭。好，好谢谢啊。哎哎，开饭了记得再叫我们，你实在太饿了。好，行，好。哎，走啊，啊，走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要不要我给你跟那个中年英俊做个媒？我还是给你做媒吧。我有王大夫，这个留给你。你给他，他刚才看的都流口水了。我是吧？我年纪还小呢，我睡哪儿？哎，你俩就这两张床吧啊！来，赶紧把东西搬床上，赶紧收拾东西啊！好嘞。6点钟这就起风了，有时候能刮到7-8级的。马上就6点了，每天都刮吗？嗯，差不多，不过一个小时就停，转着呢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我去趟卫生室。哎呀，你这太沉了，我待会儿啊得多吃点给补回来。你饿死鬼投胎的，一会儿不吃就饿得慌。你真饿了？真饿啊！有面包你吃吗？哪有面包啊？一琴，给你点儿，你也尝尝。嗯，这还有一个呢，给。
不用了。你不饿？嗯，不饿。别客气啊。可香了，那你不吃我都吃了。你要吃你再拿吧。嗯，好吃好吃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喝点水。你也喝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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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去走。到。无组织无纪律，医疗小组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让我丢人现眼。连长，我承认错误。连长，您喝水。连长，您知道这个小莫大夫是什么来路吗？连长，我师部的同学跟我打电话了，说这个小莫大夫的来历可是不凡呢。哼，你们用公家电话，就每天传播这些小道消息啊？嗯？哎，连长，小道消息是指不准确的消息，我敢保证。我这个消息绝对准确。谁？这个小莫大夫是咱师部首长的未来儿媳妇。师部首长的儿子去年去美国留学，回来以后就是大博士，这可不得了啊！少林，少林，当当当！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开吧。就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啊！刚到部队就当着穆连长的面唱起《贵妃醉酒》，恨不得让穆连长把他背回去。他来的时候车上不是吐的挺厉害的吗？你别看见了，那总不是撞了吧？大家都看见了。他是希望所有人都看他呀，把裙子改那么短，还敢穿到部队里来？嗨，那部队配发的裙子，你总不能不让他穿吧？你去帮他拎去，别帮我拎。看把你累成那个样子，还帮人拎，把你高兴的。你慢点，回头那水洒了，我看你怎么洗头。哎，那话谁说的？人家小穆大夫是医学院的高材生。是主动下来请缨锻炼的，谁说的这话啊？好酸呐！三年陈酿，跟你说，去你的！我告诉你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醋可以随便浪费，这水可是一滴都不能浪费。我前几天。看了一个外国剧本，叫《等待戈多》，里面有几句话写的太好了。哎哎，把水放下，我告诉你，里面说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等待戈多。戈多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种等待注定是痛苦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明白，这种等待已经成为了习惯。我觉得你就是我的戈多。请问戈多女士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你进入我们家门呢？走了，拎水。少林。
哎，那些女兵真的要在这洗澡啊？别挤眉弄眼，这么热的天，还不让机关总部的姑娘们在这洗个澡啊？只有这一间房是涂了水泥的，在别的地儿洗那不和稀泥了。今天开始，我们的连队食堂暂时借给新来的卫生队使用。我们的就餐地点改为连队后面的操场，希望大家注意环境卫生。讲了，上去唱歌吧。再唱首歌。背上了行囊预备唱，背上了行囊扛吉祥，满怀豪情斗志昂扬，毛主席挥手我前进，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力量。停，早上都没吃饭啊，好好的一首歌一点气势都没有唱的，重新来。打通昆仑千重山，游遍东海万里浪，林海雪原不行路，金车江南不战场。打通昆仑千重山，游遍东海万顷浪，林海雪原不记录，今宵江南爱战场。军旗升起，军旗指挥是吧，他真的什么歌都会唱哈、不，人家嗓子好呗。